先选择需要隐藏的行，右击选择隐藏命令，可以看到工作表中的第五行到第十五行被隐藏了。然后选择需要隐藏的列，C 键，F 列，右击选择隐藏命令，可以看到工作表中的对应的列被隐藏了。若取消隐藏行或列，则选中隐藏的行列标签，右击选择取消隐藏。即可取消隐藏。